杨乃武写状，表演者赵云一、孙九香，掌声有请。德云一姐，哎，对了，这个叫什么？对，稍等，夫人，不让这么叫了，真的，人特意说的，特意说的，没想到吧，真不让这么叫了。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，别老师。这不是愿望，真的，严肃的来讲啊，事情没定下来之前，就是还是往心里去了。不是往心里去了，各位，这是您喜欢我，给我们往身上贴标签，能记住我们。真的，前面二位您觉得表演的怎么样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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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觉挺好，是不是？挺好的呀。两个人这段叫学满语。对。其实我觉得一般。这怎么一般呢？真的，前面咱不提啊，就最后这两句，没意思。哪没意思？什么比西你，否西你，什么把你过去给我当儿子？各位，这是什么？这什么？伦理人。啊。这就是三俗啊。这不是三俗啊？骂儿子超便宜。啊。各位，你说是？有劲吗？挺好的。有意思吗？嗯，我最讨厌这类的节目。你怎么讨厌呢？因为我当不了爸爸。太难过了，真是。你比他们还酸俗呢。确实，两个人演的还是挺好的。嗯，下去休息一会儿。嗯，这场梦我们俩上来啊，再给您表演。哎，舞台上一走，观众其实就发现了。发现什么了？我跟他们有区别。什么区别？我是个女的。可以，观众们很热情。
跟有多大病似的。你这就是直接骂街呀、我这都能听出来。我是傻子吗？我听不出来呀、哎呦，那药别停啊。谢谢你当师了，我们这是女生之间表达友谊的方式。这什么方式呢？我们俩现在就能手拉手一起去卫生间。我们俩也行。也行，不行，反正就是去找女卫生间而已。咱东北大哥多好啊，太豪放了，都要跟你一块儿去。是，确实观众很热情。赵云一小演员，还小演员，您看一报我的名字，观众自发的响起热烈的掌声，打心眼里自发，我要了吗？自发的响起热烈的掌声。谁呀、我呀。你。对。武则天。是。真厉害。对呀、这个旁边那个太监各位认识的。谁是谁太监？开玩笑，观众很热情，当然确实是德云一姐住在这儿不敢当。不敢当在这儿叫。我开心。德云一姐不敢当，美女敢当是吧？美女怎么不敢当？你是美女。每个人欣赏美的眼光是不一样的。对对，保不齐在谁眼里我就是美女。这是刚才上来的大姐吗？哦，不是你啊，眼神还不好。怎么了？什么眼睛？美女，但是确实德云一姐不敢当。德云一姐不敢当，真不敢当。美女都敢当，德云一姐这把人算了溜。你怎么就扣什么帽子呢？扣武则天了，德云一姐都敢当。这是因为什么呢？表面上看起来，整个德云社好像就我这么一个女相声演员啊，实际上。怎么呢？有很多隐藏款。隐藏款。哎，拿我们队举例子啊，打从我这儿开始，您往后看，怎么样？一个比一个强。是啊。尤其最后一场上来那种，所以我们管它叫春儿姐。春儿姐，有春儿。往外一走，跟戏狗一样。什么话？往那一啊一说，跟老娘们骂街没区别。我跟他一比，我都阳刚了。你跟他比，你是春姐吗？这有点侮辱我，我不敢侮辱他呀。这怎么他也没来呢？我就下来了都。他是我师哥。他是你师，我还是你师姐呢。你是谁师姐？你师姐。打哪儿来的？你是我师姐呀？不能有了解德云社的知道，不能当老师收徒弟跟八哥。啊。云鹤九霄，龙腾四海。我叫赵云一，我是云字儿的，我是他的。师姐，漂亮！起上了。这一5分钟之前是发生过的。观众是捧场，很热情。我确实是他的师姐。你谁是？他以为是赝品。啊，你们还真信了你们？信，信。哎呀，上个没有文化的爸爸，这跟你有没有文化有什么关系？你要不说，其实他不知道。我不知道什么不知道，你这玩意儿。孙九霄，我警告你啊，你不要在舞台上跟我示爱。要不然人家把哪个一带走，我叫赵云。
他们那边有没有风采
不可能的。什么意思？这节奏慢照样好听嘛。节奏慢点儿、还是刚才的调，对，刚才的词儿啊。过年的时候就不适合唱。不可能。那咱来吧。来吧，来个节奏慢一点 啊，一唱出来就这样。急了啊！
调又低了。哎，调再高点，再高点。兄弟，你就怕他天天变成雪吗？你兄弟住山里，你这怎么还有回音了都快？兄弟，对呀，兄弟，我是夸你的是吗？音调再高点，不是让你声音拉长。哦，再高点音调。兄弟，你就怕他天天变成雪吗？这面其实不错，但是。你要是这是你状况，你要不你也追上。那还不如。你再高一点。还高一点。再高一点，我觉得再高一点比较符合我的这个调。是吧？嗯，再来。兄弟，你就怕他姐姐变成血吗？